你有上班回来干啥？我啊，我来给爸送早饭，没看到他人，想喊叶书记帮忙带给他，对吧？林亮你好，待会儿我把这些东西就交给陈主任。啊，妈，你来做啥子？哎呀，屋头那个下蛋母鸡射了哇！听说昨儿是你叶书记训的夜噶？你可不可以给我个说法呀？不得哦，屋头好生生的，哪么可能有人偷鸡呀？哎，你晓得啥子嘛？莫打岔！哎呀，哎，姑娘，来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哎，行。你们家除了钓了一只鸡，还没钓其他东西。你啥意思？你怀疑我老婆有问题吗？有罪没得罪，我都分不清楚。你说啊，那个鸡笼子关得好好生生的，不是要出去偷了？又不是那个几个人把锁打开了弄出去的吗？你说噻，说不出来了哈。那是不是你们工作没做到位？喂，啥事？喂，老傅。你快点把他拖出我的办公室。没想到你下去上头了，就是叶书记的贼人。说实话，手也没收好。啥子啊？这些简直是……来，我马上就回来，马上就回来。哎，你堂堂一个书记呀，你训的啥子业嘛？连我们一只鸡都保护不好，我们那些做群众的咋可能相信你嘛？玉妹儿，哎，玉妹儿，啊。鸡找到了，叶书记，你是冤枉他了。啊？你在哪儿找到的？我一挂了你的电话，我就赶紧跑回去找，结果在后院吧找到的，他跟着其他几人一起在那儿耍。哎呀，好乖呀！叶书记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云儿就是这个急性子，对不起了哈。理解理解。找到就好。啊，等，哎，等等，快，抓住，不能。我们屋头那个鸡，经常有多大一个白圈圈，咋不得了呢？啊？哦，我想起来，他在后院吧耍，一群鸡，他们就打起来了，打起来肯定。全部都抓过去，抓过去，把白把鸡给他抓掉了，太狠了那些鸡，太小了，你瞧不起，狗屁！陈大夫，哎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扯把子没有？没有。屋头金有鸡的都是我，我咋会认不到他啊？你以为在外头随随便便买个鸡都把我麻了是不是？为了那个人你才舍得哟，他给你灌了啥子迷魂汤给你，把你迷得那么恼火，八心八肝对他好。叶书记，哎，如果是巡夜没收好呢，大不了赔我自己就算了。现在不是一只鸡的问题了哦，是你这个人的人品大大的有问题。云儿，不怪叶书记，是我。你儿子骂那么大声，你抓子了？是我抱起走的。抱起啥子？妖姬跟红嫂打起来了，妖姬的狗把红嫂的鸡咬死了，红嫂的老汉儿。把他弟弟就吃不成鸡蛋了。说重点。好，总之，鸡是我抱着的，跟叶书记一点关系都没得。本来我想买只鸡蒙混过关，没想到你跑这儿来闹起来了。叶书记，不好意思，让你白白的受冤枉了。没事，陈主任，只要没真的出事就好。给我挣点嘞，
监委会主任吗？这你不学干？啊？啊？哎，一样都是当官的，为啥子那个叶川儿可以办公室坐起，你啊要去狗窝头蹲起？哎，都是为村民办事的嘛。办好那个事嘛，一年2-3千块钱，还打我个下蛋鸡，尽管些死马烂耗子的狗屁似的，呸！陈平，你都在笑的，晓得不？你不晓得，村监委的责任大得很，主要监督村监委的工作和情况，收集村民的意见和情况，这样就给村监委减轻了负担，让他们腾出精力来给村上办更多的大事。要不到台了，以前没得监委会，我们是不是活得上哈？所以说你是个瓜的。要把60的老头儿了哦，找一个30几岁的把脑壳洗了，给他当枪使。妈，叶书记和老儿子是分工不同，哪里算啥子当枪使？哎，我说他，你激动啥子？你刚刚才把叶书记误会了，又要来一盘啊？不得行吗？那个叶川那个人心黑得很的嘛，他欺负别个屋头的人我不管，欺负我们屋头的人那不得行。别个叶书记自从来了我们村，做了好多好事，其他人都没得意见，为啥子都你意见那么大嘛？他哪里把你惹到了嘛？他哪里都把我惹到了。你个娃儿现在也长大了，有些事情我可以跟你明说，你晓不晓得？叶川的老汉儿跟我的二妹耍过朋友，你们二两哦，我的亲二妹啊，两个人耍到那条谈婚论嫁了，结果他把二妹蹬了。这个省就娶了一个有城头户口的女的呀！哎，这是哪年的事情了哦？还拿出来说？都不能说了吗？你们二两好造孽哟，二两哦！当时遭蹬了过后，随随便便都找个隔壁村子的一个男的嫁了，那个男的不是个东西的嘛！你们二两都没得一天好日子过啊，造孽得很！他把你们二两一辈子都毁了。那也怪不了叶书记老婆上噻，那是你亲老汉儿嘛？他们一家人都跟我有仇哦！你啥子思想？啥子狗血伦理剧吗？啊！新农村建设都是让你这人拖了后腿儿。啥子？那个死女娃子，你还能够说你骂我啊？啊！妈，我是跟你讲。哎呀，等，哦，我去，你还几点工了？赶快到学校去啊！快，一定要切实搞好青年村居的建设，要实现班子清廉、干部清正、村务清爽、民风清朗。还有一件大事情啊，我们村儿的搞的通组道路的建设马上就要开工了，我们在3组和4组之间即将修建一条新的水泥路，还希望各位负责人按照计划逐一的落实安排工作。我们村儿每一周的例会呢，除了安排日常的工作之外，另外啊，监委会这边要把近期走访入户调查、村民反映的意见向我们及时反馈一下。你们监委会啊，就是代表群众的眼睛、耳朵和嘴巴，一定要起到群众和村委之间的桥梁作用。我们一定要做到，有问题及时反映，及时解决，尽量做到。小事不出组，大事不出村。我先来说哈子哇，这个8组的村民张华才，他们家旁边呢有个妈红窝，我觉得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。还有4组的村民欢迎啊，他们的组长找人做零工的时候啊，老是找了几个人，哎，我觉得还是要轮番起来照顾大多数人才可以。嗯，那大家都记一下嘛。各负责人逐一安排落实。陈主任，你这边呢？有个村民举报说我们低保平顶工作有问题，很有可能有不属于低保的村民混入了低保户的名单里。我建议啊，重新审核，严格把关。好，我们村两委采纳监委会的建议。我才冤枉哦，表姐她根本就没有还过我的钱，都这么多年了，
就连我老婆生病的时候没得钱医，去找他要都没要回来一分钱，他咋可能主动还我10000块钱嘛？而且还连本带利的。我们去联系过表姐儿，他坚持说上个月19号回村头拿现金还给你的。没有啊，我大半年都没看到过他了。那你把借条拿给我们看一下嘛。他如果没还你钱，借条应该在你身上噻。没得借条，表姐是我家亲戚，按照辈分他还比我大一辈，算我们家老辈子。那个时候我老婆也还没生病，家里也不像现在这么穷，他不想打借条，我又不好意思紧到让他写，这下完了嘛，走到哪里都说不清楚了。那这个我们这次重新调查哈。咦，这个狗是咋个跑到红烧屋头把鸡咬了来了？胡大爷，你有点收购啊？你累不累哦？今天没条狗儿啥手头嘛？这个是我上任的第一件事情，不管大事小事，都是村民托付我们监委会的工作，哪怕是钓一粒芝麻，我们要查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能让村民失望。那好，那你慢慢忙。那你慢点看，慢点，胡大爷。哎，那个狗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打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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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狗打得急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你这是死狗，鬼回去要你屋头去！你要是我再碰到你，我把你带来吃了。哎呀，姐，你没事嘛？你看我看到在哪儿了？哎呀嘞，天哪，都流出血了！你肯定好痛啊，哥。不是，我查清楚了，姚姐家那个院场那个洞，那个狗子洞，那个洞钻过恁高的你们家鸡。你还在调查这个事情？啥个不查了？要不然你看，一会儿你们吵架，一会儿打架，要得啥子？邻里之间要和睦啊，晓不晓得？以后一定不要这样了。好，我走了。我去看看腰火那儿卷太久了，腰杆有点痛。我走了，啊。对嘛，这下落轿了噻。你还不承认嘛？我又不晓得我院子有个洞。嚯，你不晓得，你就不承认喽？哎，这只狗是哪家的？啊，还不是你家的？还不是跟你姓的哦？耶，你还骂人啥？哪个不落脚，我就骂哪个。书记，你看他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红嫂，你也消下气。今天我跟陈主任来这儿来，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嘛。你这个态度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啊？红嫂，走走走，坐这儿坐。站得好累哦，来来。你也坐下去。好大的事嘛，闹得乌烟瘴气的，有这个必要啊？啊，红嫂，你有啥想法？你说嘛。赔鸡、赔蛋、赔钱、赔精神损失费。赔这样，赔那样，还赔得多嘞？你还有精神损失？好了好了好了。大家都不要着急，红嫂，人家妖姬不是答应赔一只下蛋母鸡给你的吗？再说了，这段时间陈主任不是把鸡抱给你了，也没查你的蛋噻，差不多就行了，适可而止嘛。叶书记啊，我看啊，红嫂是个明事理的人啊，你看他坐在这儿一言不发，这个证明啥子？证明他同意我们这个解决方法了。那既然红嫂同志同意了这个解决方法，哎，我还是觉得钟红书同志啊，其实真的还是很明事理的。那这个问题啊，就这样子解决了。以后呢，你们两家就不要再吵了，你们都是邻居，挨得近，
要和睦相处嘛。对，邻居之间要和睦啊。既然书记都这样说，我就听书记的。你舍得落户了啊？啊，又想垮了几天你不嘛？你说你，哼，你现在做啥子不晓得？妈，什么？哦，你回来就说。快去，快回来！我说，你们老汉电话打不通啊！啊，你去村委会把他找回来，马院长，去。你自己去。我要走得开嘛。你们那老汉那个人啊，一天在跟到耶稣局屁股头转，他就是个瓜的。那野川都不安好心。你没得怪的了，又扯耶稣局咋子嘛？村头的人呐、啊，都说老汉在做好事，自家人还来抽底货。耶稣局。哎，林娘。谁去？你喊哪个娘哦？我给你当娘啊！你是书记，你大些。来，你来看啊！你一天到晚把我男人子带团团转，屋头活路没得人干，今天一天都没落户，你个人到到处转。哎，你在干啥子啊？啊，玉娘，我才到街道办了个事，村头幼儿园的事。我管你办事，我只管我屋头的事。你把我们老傅推出去当枪眼。妈，你哪么说话的哟？你打啥子背啊？啊？切！哎，我都想问哈你哈书记，我田头的活路没得人做，屋头院墙垮了没得人补，你补吗？我补。你补？哎，小心点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这儿危险，你退后。不晓得哪么想的。哎呀，啥子咋个想的嘛？你们爸也是为了监委会的事情忙上忙下的。我这个当书记的嘛，是应该出一把力嘛。你就不要再说你妈了。你以为我说的他呀？我说的你。我妈那个人不明事理就算了，你还依到她，堂堂一个村书记跑到我屋头骂院墙，以后别个屋头院墙垮了都喊你妈，你妈不骂？哎呀，这点小事情算啥子嘛？哎，你妈现在喊我书记，说不定啊，以后喊我女婿，女工于私嘛，这个都是我应该做的嘛。哎，你要是不是？想得美，赶快把活路做完回家。哎。去。妈，你满意了吗？将就用嘛。哎呀，总要经得起刮风下雨才算数噻。没得事，云娘，以后有啥子忙不过来的都可以找我，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就是了。真的啊？那恁个嘛，我那个趴趴杆呢，正好套袋子，你去去吧。去啊。话说得那么漂亮，做不做数哦？肯定做数噻，我明天早晨就来。哎，我妈开玩笑的，哪个让你去？哪个在开玩笑？我当真的哈。我也是当真的啊，云娘，明天早晨不见不散。哦，对了，我那还有点事情，我就先走了哈。哎，说话要算数的哦。算数。你才毛病多。这儿来套袋子哦，陈叔啊，你这段时间不是忙着嘛？这个趴趴杆啊，还有两个月就该熟了，该套得了。我是怕你屋头啊，劳动力不够。哦哟，看你说的，这么大一片，没得问题。哎，没得哦，是不是我屋头那口子给你啥子脸色看了啊？走，要长大。他就是爱弯生人，就是那个脾气，改都改不脱。哎，陈叔，你不能那样子说云娘噻。云娘啊，是因为天到黑看不到你，所以心头不舒服。没得事，反正我起来早，做完活路正好去上班。
妖姬那个事情有没得啥结果了？哎，还没啥子头绪。为啥子呢？两边说法完全不一样，又没得啥子实证。哎，你说那个妖姬婚不婚？你借钱给表准吗？至少嘛应该打个借条嘛。那个是他老辈子的嘛，都是亲戚，倚老卖老，他咋个好说话了？就是嘛，妖姬呢说没看到钱，连表准的人物好话都没看到一个。那个表准呢，又连哪一天上门还的钱，都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那个表准一天到晚打烂账，他咋个记得着好久还的？好久还的嘛？上个月19号。恩师哥，有问题哦。在春风吹拂的那一天，美妙的笑脸，阳光灿烂，你温暖的脚步唤醒古老村庄，远远静静笑语宣言。沾一滴春江好水，写万里锦绣江山。